我叫罗子清，在公司担任一名蛋糕设计师傅。我今天做给大家的就是 Strawberry Rose Cake。蛋糕的口味主要是用玫瑰花制作而成的。我对烘焙感兴趣，喜欢随着灵感去设计不一样的蛋糕，喜欢看着自己做的蛋糕传递给别人幸福感和快乐，同时也觉得烘焙是一门艺术。重要的是不断挑战创新和实践中不断的进步，来保持对烘焙的热情。我最主要给予大家最天然自然的东西，回归大自然，用最天然的食材做出最健康带有幸福感的蛋糕。